翅膀，指引希望闪接之光。晨雾暖茶香，花朵孩子迎风高声的歌唱，万物生长被欣赏，生命传递能量之光，去梦想故乡，神的故事总经历过了沧桑，不用害怕为守护变疯狂，竭尽全力享有幸福模样，风雨量会勇敢，春分复花开不败，心上人从未离开超越至高点，勇往向前方大声的喊，突破黑暗寻找当真一道，这个结局。是啊，童话都应该有个好结局才对呀。如果是我来编快乐王子的话，一定要改掉这个结局。一定要让快乐王子和燕子继续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又到了这一季最特别的时刻了呢。这次会有很多你们熟悉的童话人物呀，冒险的旅程充满刺激，但不需要等待王子来拯救，一切就交给花仙魔法使者吧，敬请期待特别篇童话年代记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这片名为拉贝尔的大陆上，有许多不同的国家，其中最美丽祥和的要数花之国。这天，在第一道曙光中，国王与王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新生儿，一位活泼可爱的小公主诞生了。国王十分高兴，他决定为公主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。他请来了大陆上所有的仙子精灵，除了声名狼藉的黑暗魔神。宴会上，公主收到了不计其数的礼物和祝福，爱心、美丽、智慧。大家把世人所希望拥有的一切都送给了他，但在最后一刻，黑暗魔神竟不请自来，他对国王的无视异常愤怒。你们必须付出代价，当公主长大，穿上华丽的衣裙翩翩起舞时，她将会失去生命，永远变成石像。所有人都不知所措，但有三位仙子却不想放弃挽救公主的命运。愿宝剑赐给她力量，愿王冠赠予她荣耀，愿戒指带给她幸福，这三件宝物可以保护公主远离魔神的邪恶力量。他们还共同施下一个反噬之咒，就算魔咒不幸成真，只要有人发自内心的祈祷，魔法就能自动解除，魔神也将随之毁灭。但国王依旧无法安心，于是想出一个办法。从此花之国再没有美丽的公主，只有假扮男孩长大的王子，在宫殿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
千寒，一同。千寒，小安，你们在哪里？快乐王子，你在找什么？让我帮你找吧。一同，苏西。你慢点呢。啊，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嘿嘿，还挺帅的嘛。快乐王子，快乐王子，我？对呀。难道这里是快乐王子的童话世界？我得尽快找到千寒他们。不行，王子，你不能到门外面去。为什么？国王有令，你绝不能离开王宫一步。我要去找我的朋友们，我必须出去。不行了，王子。你在外面并没有朋友，你撒谎可不好哦。露娜是你，太好了！快帮我想想办法，让我出去找千寒他们。王子，你怎么了？千寒是谁？露娜也不认识我了。是了，他们一定是中了暗影花精灵的黑魔法。不可以任性哦。虽然我们给了你三个祝福，你的父王又把你打扮成男孩子的样子，但是魔神可在时刻暗中注视着你呢。一旦掉以轻心，你随时都可能有危险哦。又是魔神，怎么哪里都是他使坏？所以你千万不可以变回女生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保证。那我可以去找我的朋友们了吧？快放开我！你们这是绑架，是犯法的。好孩子要有耐心哦。除了女装绝对不可以穿以外，你还必须要无时无刻随身带着救命宝物哦。就是你的王冠、宝剑，你手上的戒指啊。知道了，好仙女都会怪怪的。看来只有等天黑再想办法偷偷溜出王宫。你们休想困住宇宙第一聪明机智的无敌美少女夏安安。你这个脏小子怎么会认识我和西蒙的？他也不认识我了。等等，我脏小子。我可是花之国最有名的占卜师密西密西大人唯一的徒弟，只要看到一个人的脸，我就能叫出他的名字，还能算出他的过去未来，无所不知哦。哼，就凭你？我已经看穿了，你的弱点是你的歌。臭小子，你想说什么？你的弱点就是你哥哥西蒙吧？你这个心控！才不是！你敢在西蒙面前胡说八道，看我不教训你！怎么了，塔巴斯？他的弱点到底是什么？我也很想知道啊。
塔巴斯的弱点是，嘎吱窝，对，嘎吱窝，他怕痒。哦，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好了好了，我要去找我的朋友们啦。对了，你们见过几个打扮很奇怪的姑娘们吗？好吧，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你不是说你会占卜吗？小骗子。塔巴斯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们正好要去古林国城堡参加库库鲁王子的庆生舞会，全国的女孩都获得了邀请，说不定能在那里找到你的朋友。好啊好啊，我们快走。那个古林国在另一个方向。哼，小骗子不认识路就别乱走。那你带路吧，我不是小骗子，我叫夏安安。Try